带来一个白色气球。好，首发把它拿下，距离还是75米左右啊，用的是跟刚才那气球啊是同一个瞄点，然后那还有一个矿泉水瓶，在这个手机里边看得很清楚，但是呢现实我看不太清楚啊，距离应该是在多少啊，50米左右吧，先找准瞄点啊。我操，手法咋打中他了啊，两发连中，打掉地上了啊！我这儿看不着了，绝对没毛病啊！咱们家的恶棍两用复合弓啊，来把手机摘下来啊！看不着那瓶子，这个气球应在这个位置绑着的，这瓶子看不着了啊！两用复合弓。恶棍绝对没毛病啊，稳定性、精准度没得说啊。